右手食指啊，痒，好像忍不住的抓它，忍不住的抓它啊，心理压力是有点大啊，心理压力是有点大啊，心理压力是有点大，目前还找不到那个一些解压的方法啊，目前也找不到一些解压的方法啊，只有等那些想做的事情一点一点变成现实以后，那种压力才能降得下来，那种压力才能降得下来啊。所以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能量，有点积压在这边啊，有点积压在这边，积压在这边，有点焦虑，有点焦虑以后呢，就情不自禁的在抓，抓啊，也就只能这样了啊。你要控制它，也要消耗能量啊，要消耗能量，要不如果控制它的话。所以现在这段时间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啊，顺其自然了啊。但是这个很快就会结束掉啊，那种下面的进展就一下子就慢下了啊。社会进步的力量毕竟是挡也挡不住了啊，挡也挡不住了啊。这样我心里也有数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